好，坐好。那他坐下比较慢哦。哦，你是等一下今天这边？今天你顾他了吗？谁顾他了？今天谁顾他？坐下。哦，这边这样子，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他就会有没有？坐好坐好，好，他就会坐喽。好，那你在家里面有的狗，像他，他会坐，他会趴下。你看，你绳子往下拉，他就会趴下，趴下。他他现在不要了。好，他 OK 哦，他稍微强迫一下，他是 OK 的。哦，那是 OK。好，那要重点哦。你是要病了啦，你来。那就给我加我呀！啊，来嘛配合我对吧？那我闹鬼，好过来过来，哦，就搞好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！用美风里，用美风里，先放那种，我用华沙米啊。好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上面。好，给。刚坐下那个有跟你讲过了吗？这边压一下，有没有？他自己又坐了哦，就给他一个。那现在教的是趴下的训练哦。但是说他不懂，趴下，有没有？谁他吗？我等一下测试给你看，没有方式错，不是一样？这样子捏一下，对，我等一下我去做给你看。好，趴下的点。有的是食物拿着往下放，哎，趴下，他就会他自己会趴，好，那 OK。那有的主人也是，哦，怎么压他，怎么叫他趴，他都不趴。我现在跟你讲怎么做哦。但是你的重点就是要先学会那个，嘿，你不对啊，别闹跑啊。好，那个袋子我送了。你看，等一下那个坐下有没有？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压一个啊，压下去。好，训练狗先学会坐下之后，接下来就叫它趴下。有的主人怎么压，怎么去压它，怎么绳子去拉它，它都不趴的话，那就不要了，因为它就是不知道你要干嘛。对，会紧张，它就不要。那现在那个就不要做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的前脚抬起来，因为它不想趴，就是因为它的脚打住了嘛。你怎么压它，它都憋不住，不趴。你看。把他前脚抬起来，有没有？肚子着地，脚都抬腾空哦，着地之后脚再放，再给他吃一个。